Hello，大家早上好。Hello，大家早上。Hello，大家好。我们呢，现在已经吃完饭了。哎呦，宝宝哭了。哎呦，他可能是饿了。让我爸爸抱着他，他可能不好抱。哎呦。我呢，准备给妈妈拔白头发，看我妈妈的白头发很多，现在就能看得到了。看这么多。我们现在准备拔，给他拔。如果有这个白头发的话，头发比较痒。아니왜됐다뼈좀다듬어다음다음저저저그때그냥그룹만사면되지아저거저저저이모디야아그냥이지마얘좀나참친구된줄마你昨天现在小半小时间了，是的你。啥部分也加过，加过回来，这啥部分也不中，不过比较劳动。我操，这么紧，那个跳完我紧紧了，快些个腿，腿腿出来是吧？一年一年，你这啊，不是一年一年，那是舅舅他亲家带出去。那不哩，这好，好像在外阳的，咋咋个？这亲家那样呢？你说还是过来吃，你这山上亲家，哎，你亲家过来是亲家那样。今天他在关键这个点这个有点弱，亲家来过来，让人，我了，成精了，真的，第二春的关键也不快，不分一种，我靠，两万块真金狗，姑娘我个，妹妹值得过几万不个，哎，你过来吃，才把个钱嘛，是吧？掉掉掉白头发，刚刚呢已经扔进垃圾桶差不多了。啊，可以，今天个洗手脚。现在呢已经弄完了。继续洗了。找完了，两个现在呢准备去街上了，买一点宝宝用的东西，宝宝的尿不湿里也没有了，还有帽子也只有一个，还有里面一些那些小的衣服呢都不够他穿了，准备去街上给他买一套。哎呀，给老婆买一点衣服穿出去了，好久没给老婆买衣服了。走了，我们已经下楼了。我们两个现在呢走路走到了街上，好久没来了，已经有六七个月了吧，应该五六个月吧。动的话，现在在看鞋子，因为家里面没有鞋子了。我们现在在这个老市场，全部都是卖鞋子的地方。没点，现在已经下午两点了，我们两三礼拜之前赶回去。今天给爸爸剪头发，那在这儿给老公买个外套，他没有外套穿了。啊，我在拍视频。现在呢已经买完了，买了一大袋盖，这个麻袋都已经装满了。哇，买了这么多，今天。我现在呢准备开始回去了，买一点水果跟奶茶回去给那些宝孩子们喝。两个呢现在马上就要到家的楼下了，买了这么多东西，还买了点水果跟奶茶。啊，好久没有这么逛街了，走吧。现在已经到家里面了，在吃西瓜了。哎呦，宝宝呢？今天一整天都在我家里面，爸妈带着，看现在还在睡觉回来了。买的奶茶、香蕉、橘子、梨子还有西瓜，三个。在街上买了一个来剪头发的，看。宝宝呢？现在准备我爸爸给他剪头发了，剃头发应该说是。
还没，刚刚在睡觉，现在好像要醒了。不是，只是只是，这不行，这什么不能？哎呀！这些呢，就这些头发呢，带回去哈，带到家里面再扔。过来一个革命，哈哈哈哈哈！我再一点。啊！哦，坐着。你在干嘛？走。不是，我聊不着。孩子，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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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上！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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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话，这个没电了，拿到这里来变成电器。你看，你心里可能要造。嗯。再聊三个地方，我们彝族的话都是这个样子的。男孩子的话留着这三个比较好看一点，比较可爱。看这一个地方，那边一个，这边一个，三个。以为睡觉看，哎，他在醒着。现在呢，已经吃完饭了。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拜拜。